出席活动，副总统赖清德仔细欣赏画作，不回应选战议题，但备战2024团队成员逐渐就定位。除了已经延揽前主播郭雅慧加入竞办担任发言人，未来也将持续扩充。根据三立新闻掌握，台北市议员赵宜翔打侯大将，新北市议员戴伟山，个人是还没有收到相关的资讯或通知。包括我现在的工作内容，其中一项也是跟我们许多驻台湾的外媒，甚至于国外的智库学者，进行这个定期的联系。我担任新北的市议员，其实我非常了解侯友宜的人格特质还有行为模式，大家都会互相的跟我交换意见。据了解，目前并未完全定案，人选还在讨论中。但根据三立新闻独家掌握，未来将是党中央发言人谢佩芬、张志豪、林楚英、卓冠廷担任竞办发言体系，4+4组成最强团队。目前每天都会进行舆情会议，甚至一周也会跟主席赖清德以及党务、选务高层开会，保持团队火力。赖清德副总统这相关的团队的筹组，我想我们作为党公子都会尊重这个赖办的一个相关的安排。但最主要，无论在任何岗位上，我们都有责任，一定要赢。得明年的选战，赖阵营总动员，按部就班就战斗位置，要守住2024绿色执政。在中华晨报有一波台北采访报道。